相信个个都睇过 Toy Story 反斗奇兵，十年前上映嘅第三集可以话系经典中嘅经典，结局赞人热泪。美国有一对麦格鲁兄弟用了8年时间以 stop motion 定格漫画山寨制作了实物版，由片头的迪士尼城堡、Pixar 的台灯，到胡迪、巴斯光年和翠丝，麦格鲁兄弟原汁原味将他们还原到1.5小时的长片。两兄弟以 stop motion 拍摄可以说是愚公移山之作。影片在1月25日上传到 YouTube， 至今点击率已经有175万。迪士尼平日严守版权，不会被侵权作品上架，为什么今次网开一面呢？原来因为迪士尼都很欣赏麦格鲁兄弟这个心思，官方特别准许他们公开这个作品，等两兄弟正式圆梦。Now you've got a promise to take good care of these guys. They mean a lot to me. Oh, hey, Buzz, you happened to